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，天文学家以织女星的亮度为标准，令织女星的亮度为爱零啊。也就是说哈，织女星呢，它的星等是零啊。哦，当你 I 带 I 零的时候，这是 log 一嘛 ，log 一的话等于零。那将其星等哦，就将那个亮度是 I 的那颗星哦，它星等定成这个样子，定义成这个样子。已知星空中天狼星哦，天狼星我叫一啊，它的星等就 M 一呢是等于负的 1.4 星等。那另一颗恒星 M。它的亮度哈，我叫做 I 二了。它的亮度是天狼星的千分之一倍。那么求恒星哈 M 二的星等，也就是说求那个 M 它的星等，就是求 M 二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 M 一等于多少呢 ？M 一哈就是等于负二分之一哈，二分之五 log 这个 I 零分之 I 一嘛。好，那现在求 M2 对不对？那求 M2 的话，我们晓得说哈，这里要带那个 I 分之 I2 啦。那我现在把 I1 带掉 ，I1 等于多少 ？I1 哈是等于那个1000倍的 I2， 我就把 I1 带掉。那这个是负的 1.4 嘛哈，啊，所以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负的二分之五。啊 ，log 哈 ，log 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 I 就是代成 I 零分之一千 I 二啦，就 I 二哈，它乘一千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样等于负二分之五哈 ，log 二 ，log 呢 I 二除以 I 零啊，好啊。加上呢 ，log 一，十为底，一千就是三嘛，这十的三次方，这三。好啊，这个外面这个就是 M 二啦，这个乘进去，这个就是 M 二嘛 ，M 二哈，啊减掉二分之五乘以三，那15除以2是，7.5，啊所以 M 二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负1.4。加上 7.5 了，那 7.5 减掉 1.4 哈，这是 6.1 啊，也就 M 哈这颗星星哈，它的星等是 6.1， 所以答案是 6.1。